是不讲卫生，真是没办法。小孩现在洗个锅，准备自己做点饭吃。他们去那边有个人结婚，去那边玩了去了，自己做点饭吃，我就不去。这是胡总，
调制的，炒的玉米才知道玉米有多好吃。那现在小阿峰回来了，他把这个窗子给打开了，风很大，让他关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等个吃完饭。这些小阿峰直脱袜子藏在地下，地下那么脏，怎么回事啊？快点起来，在那边集会那里拿了一块树肉，又在那里吃肉了，看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谁给你吃的？谁给你吃的？妈妈。奶奶给你的。自己的鞋子穿上了。慢点，你喝醉了吗？爱迪生哥吗？嗯，你在看电视，你要看电视就看吧，想看就看。又在那里吃肉看电视了。干嘛呀？挺开心的，吃猪肉了。结婚那里拿了猪肉回来吃，真的是这宝宝好。小花小时候。